康尼基哇，康尼 days 哟！大家好，我是康尼，是刚刚已经看了最新的瘦神话影片，还记得他是谁吗？马上来看今天最新的消息。是的，他就是满天明灭之母羊座的惑星巡警亚丽娜。来看他的技能：超凡传送、飞行、友情技增幅、维持巨能倍率。那么巨能射击之后是反减速臂、友情技、火属性的超强闪裂弹以及无属性超绝爆炸。SS 十二加四回合，楼速三星伟大捕获。触碰过的同伴一定期间内友情技威力提升。那么是贯通巨能平衡型的弹珠。目前兽神化解禁的时间还没有公布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了。好，下一个消息是重播日开跑了。是的，从明天9月17号的中午12点一直到10月2号的中午11点59分。大家的转蛋瓦特拿了吗？总共可以拿6罐。如果你还不清楚详情的话，现在马上快速帮你复习一下。繁中版跟日版的任务有些许的不一样，那当然有四个任务时间是只有到9月17号的凌晨3点59分，大家要记得赶快先把任务完成才能领到转蛋瓦特。像是有突破活动冒险10次，突破未开之大地的冒险10次，突破密海冒险关卡10次，还有突破超绝或以上的冒险3次，这些呢都要在9月17号的凌晨3点59分之前完成。那另外繁中版比较不一样的任务会有观看广告，还有突破英雄神殿3次，大家赶快转蛋瓦特拿好拿满才能抽重播玉哦。再来速报速报，明天新轰爵道特降临了，没错，新的水轰爵降临时间将会是明天9月17号的晚上6点。因为初降临，所以呢我们会有激斗学堂的节目，出席的来宾呢当然是会有我，然后紫飞鱼、哆瑞咪还有 LOG， 希望大家都能来看直播，帮我们加油哦！耶嘿！再来就是禁忌之鱼又要出现了，9月23号的中午12点起一直到10月10号的中午11点59分，这次6日到10日也扩增了。如果旧关卡你已经腻了的话，不妨换换新口味。再来对很多新手非常友善的消息，1到5日通通都可以用特别道具了。像1之玉的道具使用之后，所有敌人攻击都延迟一回合，2到5日使用道具之后，引导会永远显示，希望大家都能打得更顺利。如果大家想要刷那由他还有阿赖爷的话，我也有出影片哦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再来又有新的关卡要出现了，木超爵 Edelu， 感觉他会翻成艾戴尔之类的。那么他的降临时间将会是9月24号日本时间晚上7点，繁中版要再确认咯。还有一个将暗暴爵 Candela 出降临的时间，这里是日本时间10月3号星期日的晚上5点，繁中版时间也是要再确认，希望大家都能攻略顺利咯。好，接下来来看看新的花系列。哇哦，水属银莲花、光属加兰，还有暗属性的黑百合，这些都是我去查然后暂时翻译的，还是要等繁中版出来之后才知道它正确的名称。好，首先来看第一个，银莲花兽神化之后反传送、飞行、反魔法阵、巨能射击之后异常状态回复冲刺。友情技在这里是水属性的闪烁球，还有暗属性的双单向雷射 EL SS 8+8 自己的异常状态回复，而且呢自己的速度力量提升，贯通巨能炮击型的弹珠。银莲花在这里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，如果你有玩动森的话，应该对这个花非常非常熟。像我的岛上呢就是满满的银莲花，非常非常多，但是它的花语有点不太可爱，消失的希望，渐渐淡去的爱，期待被抛弃。但是紫色银莲花的意思是暗恋，如果这一只真的翻作银莲花的话，真的是有点黑暗了。好，不小心又尬聊了。接下来下一只加兰，加兰的花语呢是荣光，它的样子其实有点像火焰。火焰百合，来看它的技能是如何。兽神化之后是
飞行超反风反击杀手 M 以及吸取巨能射击之后 SS 回合缩减，有情记忆光属性的超强气弹，还有无属性的回复弹 SS 16加8自己的速度力量提升，以及碰触到的同伴全员进入无敌状态。哇，这 SS 有点熟悉啊，那么是个反射巨能平衡型的弹珠。接下来看最后一只了，黑百合，它的花语据说是花语界最黑暗的诅咒，来看看花语非常黑暗的黑百合技能会是如何。反重力护罩飞行风魔 L 巨能射击之后是反减速臂，有情记暗属性的交叉分身弹，还有无属性的有情记威力提升。 SS 8+4 朝狙击方向发射反射八方向雷射炮，贯通巨能平衡型的弹珠。当然新系列有转弹角，也会有新系列的降临角了，就是以上这些呢我懒得翻译了，哈哈哈哈哈哈。时间到了关卡自然会开。好啦，非常值得注意的事情呢，就是有新的神奇道具 Okawari Dice， 这要怎么翻呢？吃饭的时候如果你再来一碗的话就会讲 Okawari， 那应该就会是叫做 Bonus Dice 吧。怎么变英文了？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讲额外骰子。初登场，所以呢第一颗公司免费招待。 Play Sandal 的期间是从9月17号的凌晨4点一直到10月17号的凌晨3点59分，这段期间大家都可以拿到一颗就对了。这颗 Dice 怎么用呢？就是你要进关前就像增增饼一样，你要用增增饼就按增增饼，你要用 Dice 的话呢就给它按下去，最后在通关之后它就会随机骰一个数字，数目会有2、3、4、5、6、10随机出现，看你骰到几。除了你开弹的数目之外，又再额外多得到这个数字的弹。那当然使用上呢其实要稍微注意，出降临的话呢它是没有办法用的，就像我们刚刚介绍的那几只，到底哪些关卡可以用呢？还是多看看官网或者是 FB 公告了。这么神奇的道具是不是很想要呢？接下来就告诉你新的花系列你有机会得到哦。还记得抽蛋就会送你道具的小游戏吗？这一次呢就会有这九样东西。战行之书是第一回合才会出现的，那之后呢就是那八样，然后轮流抽。这一次新降临也有玩小游戏，就是呢把新降临系列运气合计达到99的时候，新系列关卡打完开弹就会报酬2倍。好的，接下来就是周年活动的资讯了。那因为其实这是日本的8周年，可以看到他们呢会举办一个 Monster Freak 2021，而且是在10月3号的时候，会有以下的节目，大家可以猜猜看。我们繁中版会不会跟着一起庆祝呢？嘿嘿嘿嘿。好啦，以上就是今天的消息了，尬聊了蛮多，觉得很爽。大家可以在留言处刷一排，可以赶快爆吗？没有啦，开玩笑，希望大家都能够消息不漏接。记得明天9月19号水轰诀初降临，一定要来看我们激斗学堂的直播哦。那么今天就先这样子了，记得要帮我按赞，然后呢最好能够分享出去，也要到我的脸书帮我按追踪，康妮的消息才不会漏接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新系列冒险，新系列冒险，新系列打完开弹就会报酬2倍。新系列打完，新系列关卡打完，新系列开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好烦啊！